胖了，你太胖了，你太胖了。把它拿下来，不要这样玩斑斑。拿下来，不要吃。斑斑不是你的玩具哦，你这样斑斑会觉得很重。苍龙，把它拿下来，不要这样玩斑斑。拿下来，不要吃。斑斑不是你的玩具哦，你这样斑斑会觉得很重。我唱，哇，跟斑斑对不起，抱抱他。亲亲他，好，可以，要疼斑斑知道吗？吃太大口了吧？一看这爸爸太狂了，你厉不厉害？你还敢打人吗？你还敢打人吗？我跟他说不敢的。一招这超有效。你厉不厉害？你还敢打人吗？你还敢打人吗？我跟他说不敢的。如何让小朋友快速睡觉？不要再煮饭饭了啦，睡觉了啦，都几点了？好，我睡觉，刚来了，爸爸你快快，眼睛闭，睡觉了啦，不要再煮饭饭了啦。好了，你煮饭饭给我吃干嘛？我要吃。
啊，不要再煮饭饭了啦，睡觉了啦，都几点了？如何让小朋友快速睡觉？不要，快点睡觉。我在看个这样披萨。丁坤呐。好了。好。披萨加奶油。不要。好，吃完了。那你在问土地公公，是因为我没有乖吗？因为我没有乖吗？